回到我们现场，马上进行我们 Big Ear 天才大耳朵，这个要考验您的脑力跟听力了。游戏的规则，我想林志颖、林佳怡都来过我们现场，很清楚。这其实有点说哈的语，待会听了我们所有的题目是八个不同的声音，是有答案立刻可以站起来，一个人代表25分，四个人通通站起来就是100分了。答对得100，答错就扣100了。哎，到底有哪八种不同的声音？各位先把耳机戴起来，耳机请戴上。听完之后才开始出题目，来进行我们的 Big Ear Big Big Ear 吹奏的声音，这是吹号角的声音。吹萨克斯风的声音，吹小喇叭的声音，吹洞箫的声音。吹玻璃瓶的声音，吹牛角的声音，吹树叶的声音。吹水管的声音，哦，就是这八种声音呢、啊，大家可以把耳机先拿下来。尤其观众朋友觉得说，哎，这个声音其实分辨得很清楚，但是不是考你困难在哪，就困难的记忆。对，而且有八样，你怎么样去分辨出来，明辨慎思啊？尤其你很清楚这个是树叶，是不是水管？可是你有时候会听就混淆了。对，就混淆掉了。好，现在我们请左脑。左脑队先来，那请再戴上耳机，我们出一道题目在里面。左脑队了，马上请出题。这个就是记忆了。好，有答案，请站起来。哎呦呀！不要交头接，不要交头接耳，来。哎，荣谦、啊，耳机可以拿下来了。我还在想哎，有答案请起立。没答案，没答案，没关系。我们左脑队说哈的已经75分了，是你们研究一下，到底要谁来回答？对，陆元琴，陆元琴请回答什么的声音？号角，吹号角的声音。知情觉得是什么的声音？你跟我同一队，你笑那么大。吹什么的声音？牛角。牛角的声音、啊。好、哦，可以说啊，你如果挑到李志勤，他有75分，他现在扣75分。好，来，接下来请右脑戴上耳机，来再来考验我们的右脑队。听完之后不要交头接耳。来，请出题。好，有答案请起立。哦，林佳怡开始演戏。林佳怡啊，不要点他，对，他是专门来骗人家的，对，太厉害。但是搞不好这一次就不会啊。但是有的站起来的人快点。选谁？我们点龙千羽。龙千羽，请回答什么声音？刚刚那个声音是不是？不能讲话，这样我们作弊，这样赢了不光荣。我已经看到嘴型了。哦，没讲。我这个掉下来怎么办？可以讲。可以是不是？什么的声音？什么？萨克斯风。萨克斯风。有啦，他其实他本来就知道了。好，其实这声音也很清楚了，是右脑队加100分。我厉害哦，厉害！哇，现在两队的分数有点悬殊了。是。那左脑队要好好再加油了。哎，接下来的这个分数也很高，这个如果谁赢的是每一个人加100分。是，谁比我聪明？进行我们谁比我聪明。谁比我聪明？进行的时间是90秒钟，只有90秒的时间呢。每一队各派出一位代表，其他人可以在后面支援他，但是声音不要太大。来，我们马上请左脑派一个代表。我们要派哪一位聪明的家伙？好，知情。右脑队呢？我。来，千玉。好，两位请坐。
千万不要看别人答案，来，队员可以支援，来，等一下啊，这是什么？好，一杯，九十秒，一杯，开始。来到蛇影又还有营业上手支援心，来荣翔不要处在那里，支援支援，加油。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来，临时作业，好，来，好，给妹妹呀，不能，可以的，可以，好啊，不能再动了，把它瞄好一点，好，可以哦 ，OK， 我们来一一验收一下啊，好。哦，手都发抖，好紧张。先看你们这一边啊，好，来，我们要解释一下 ，KTV 是有的 ，KTV， pub 有的，酒廊，酒廂 ，piano bar， 加油站，槟榔，槟榔，槟榔摊，有 ，7-Eleven， 有，医院，那是什么？这个海啊，海是24小时都营业了，海边，因为跳海的话，随时可以跳，没关系，不是，这是一家，有的有那个啊，那个就是有啦，怪怪特种营业海咪咪啦。什麼還不能讲，啊，那个写不清楚。Okay， 好，医院、私人俱乐部、club 有来，有对，饭店24小时，警察局24小时，电话秘书啊，电话秘书有啊 ，B B Q 啊，24小时，不是色情电话，12我还对，路边小吃，路边小吃有，夜市、火车站、机场，有，卡拉 OK， K T V， 卡拉 OK 跟 K T V 不一样 ，K T V 是包厢的，卡拉 OK 是很多人的，啊，对。对，这倒有一点道理了，这个算对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22个，22分。好，再来看我们这边了，卡拉 OK 的，好，酒店 7-Eleven pub， 这是什么？录音室。哦，录音室这当然有，这有，对，小吃店有，小吃店，夜市，三温暖，警察局，健身房，医院 ，hotel。跳舞厅，跳舞厅啊，就写舞厅就好，要跳。青州小菜，青州小青州，有，小不小吃店不？药局，哎，妓女户是？对，在哪里有妓女户啊？妓女院呢？股票有吗？妓女院现在哪里有12点营业？啊？24小时营业。瓜哥很想知道在哪。不，这个我们要清楚。广州街陆源企业，想跟我讲，不关我的事，真的吗？就是那种打电话过去嘛，他就说有服务，那叫应招站，收银机，收银机是那个什么？对，银行的收银那个提款机啊，提款机，提款机啊，提款机的意思，场所哎，不是提款，你要写提款，不是写收银机啊，太急了吗？所以这个是输在急嘛？你说解释了。干什么？啊，两个都已经结果。赌场，赌场有，这个还能说没有吗？这我们最了解啊。十八王宫。啊？哦，有。有十八王宫。庙，有啦，有一些庙，这跟二三。十八王宫跟庙不是一样？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20个。好，所以我们呢就右脑袋获胜，恭喜他们两位请回座，谢谢。四位各加100分。好，其实分数蛮高的，但是没有关系，后面啊分数更高，最主要取决于在后面了。加油！稍微休息片刻，回到现场进行我们的瞬间锦 man。